帮佣阿姨，生病会让你觉得很伤脑筋吗？又有看护跟医师，每天进进出出的，你要不要暂时住在我家？我也觉得那样不错啊。现在连雪儿也要走了。你从来没有想过子晴为什么跟你母亲那么相像呢？我特别到医院调阅了记录，确认子晴出生的那家医院，你的母亲就是那位生下子晴的女人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老天爷啊，给我爱。